周围的朋友老是有一些奇怪的要求。虚影，人家一个人住，哎，你帮我录个狗叫声看家吧。虚影，我家有只猫老躲桌子底下，你录个猫叫声给我把它引出来。来，虚影，我姨妈店里需要录个叫卖淫，你帮个忙呗。大甩货，大清仓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只要998。虚影，我怀疑我男朋友会出轨，你打个电话帮我试试他啊。喂，小哥哥，今天说好公司楼下见的。君君，你学个鞠叫给我听一下呗。我拒绝。想带你去看星空万里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。女士们先生们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机组人员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，不欢迎也没有办法，反正你们连票都买了。非常抱歉地通知您，本次航班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又晚点了。奇怪，我为什么说又？如果本次航班的延误给您带来了不便，我们衷心地表示能不赔就不赔。如果您对我们的处理意见有异议，你有本事来打我呀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您再次确认您已经套好安全带，如果您套好安全带后仍感觉不安全，请您及时告诉空乘人员，我们会帮您把安全带系成死结、蝴蝶结或者中国结。请您调直座椅靠背，打开遮光板，只有飞行模式的手机是可以开启的，因为你敢开，我们就会把它扔下去。浮华先生你好，请问您需要？是你，阿珂，好久不见。那个，你不用说，我知道。牛排五分熟对吧？原来你还记得，当初如果不是你妈反对，我们应该结婚了吧？对啊，可能孩子都已经这么高。我们现在这个样，都是你妈一手造成。你还怪她吗？如果不是你妈反对，我哪有现在的生活呀？她跟你现在还在当服务员，愣着干嘛？给我上菜去！高子这个月的工资算出来了吗？算出来了，他这个月工资2800，从里面扣500。老板这样子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，听我的。那回头我把钱打到你账户上。不用了，鸽子这个孩子不善于存钱，把他留在店里，到年底的时候我再给他添一点，给他付一套首付。两位什么事？我弟弟啊，这里好像有一点点问题。你别着急，我看看。小弟弟啊，叔叔问你啊，如果把你的一只耳朵割下来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我听不见啊。那如果把你另外一只也割下来呢？那我看不见啊。为什么会看不见？傻子，因为我已经会带我做啊。他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？已经一个星期了，蹲在家里面桌子上，说自己是台灯。你弟弟的情况比较严重，需要住院观察一下。那不行，那绝对不行的。为什么？他要是住院了，家里就没台灯用了。是啊，没台灯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这是我的两把枪，一把枪射。另一把枪啊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证明你的价值，召唤师。小小朋友很是烦恼，眼望四周烟火飘。泽拉斯一定很羡慕我，因为我是增强天赋哦。你们加油，我们来跳舞吧，哈。
我还以为你从来都不会选我呢。你们干嘛不直接缴械投降呢？屏幕队长正在待命。我的剑刃愿为您效劳。这只不过是一场战役，而我已经赢下了战争。我仍然听得到海洋之歌。别怕，不就是把苹果放在你头上吗？我又不会射偏。来试试运气吧，如果你认为还可以。校长啊，你刚刚升职，我来教你一下如何正确管理手下人。今天下班前必须把方案给我出来，好好写，听到没有？明明是小张在打游戏，你怎么骂起老李了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现在的年轻人骂不得，说离职就离职，中年人有车有房，使劲骂，没事的。我手拿流星弯月刀，喊着响亮的口号，前方何人报上名，有能耐你别跑。我没吃够，怎么填不饱我的胃，再吃一口，喜欢这烧肉的滋味。你别拦我高水，也得遭罪，别提减肥，我管不住我这张嘴。我爱吃肉，怎么吃我都吃不够。我爱吃肉，管得住的靠的是肥还是瘦。嗯，哎，有个双胞胎的老婆真是麻烦，每天都分不清楚谁是谁。老婆，老婆，走，回去吃饭了。啊？什么？你叫谁呢？我才是你老婆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爸爸，你咋的了？爸爸被公司开除了。爸爸，你别上火。哎，我上趟厕所啊。不行，吃屎解不了问题。滚蛋！爸爸给你办的英语补习班咋样啊？不知道啊。那老师讲啥了？不懂。咋不懂呢？老师说的也不是中国话呀。学英语了吗？学了。香蕉英语怎么说？ Banana。 橘子？ Orange。 苹果？ Apple。 玉米？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。榴莲？一个气儿个气儿的。谁教你的？你又要考试了，能不能考好？能。你走，能能的，你发誓。要是我再考不好的话，我就变成孤儿。闭嘴。春风轻吹，点点火花灿烂夜，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，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。今天找你来没什么别的事情。这张卡里有50万。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弟弟，实话跟你说，你哥我可能无法生育。原来这样。所以哥想让你帮忙。哥，这个钱我不能收。这个忙我肯定能帮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任务当个爹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。刚刚接到的单子，让女朋友开机给我回电话。我这种单身狗又没有女朋友，这可让我怎么办呀？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我还没有女朋友。此去只应天上有，我还没有女朋友。你好，我来拿一下赵刚的东西。你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比你更爱他。我是隔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藤蔓，听我说。
什么情况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给我说清楚。你觉得闺蜜怎么样？当你问问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大部分是这样回答的，还不错吧？她漂亮不漂亮？当然是你漂亮了。你觉得我闺蜜不漂亮？也漂亮，也漂亮。你觉得她漂亮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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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你漂亮。那你喜欢她吗？不喜欢。你不喜欢我的闺蜜啊？不是不是，喜欢喜欢。你喜欢我闺蜜？再聊下去，轻者分手，重者生活不能自理。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日子话，日子话。你觉得闺蜜怎么样？对啊。哎呀，你觉得我普通，我不会特别的迷人吗？啥日子？今天我老婆不在家，我等一下去找你好吗？渣男！妈、啊！有人打我！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。为什么到处都有人谈恋爱，幸福的人这么多，而我却孤身一人？哎，美女，你是一个人吗？怎么了？嗯，我可以请你去那边喝一杯吗？对，我是一个人。那你要说你是一个人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一个人去那边喝酒啊？一个人去那边喝酒啊？啊，自己占这么大一张桌子。哎，媳妇儿，这边有地方，快来上这儿坐。来来，小丫头片子没素。经理，怎么回事？设计稿做好了吗？谁要？我忘了。好可爱啊！明天交。谢谢经理。下周交。舒克舌头眨个眼就解决了，看来我这个性格刚猛的人也该顺应潮流变萌了。我是甲方，为了方便你工作，我把要修改的内容已经装订成册了。我要借助萌萌的力量打败他，就不改了吧？别人都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可能气氛不够。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他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坚持就是胜利，他迟早会被我萌翻。Johnny, Johnny. Yes, Papa. Eating sugar. No, Papa. Telling lies. No, Papa. Open wide.小哥哥你好，啊，可以给你一个拥抱吗？比较温暖的。有多温暖？就是那种很温暖的，你需要吗？是不是被抓了？不会的。你是不是那边那个正经女人？不是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抱我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要抱你，你给我抱吗？可是我妈妈说不能给陌生人抱了，为什么要给你抱了？怎么办啊？